哎，等一下，这就是年上的意思吗？年上，年上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年纪比我大的意思。咱们俩年纪差不多。你是说我成熟稳重？不是，哎呀，吴景浩，你真的不用那么在意我的理想型。 但是你爸告诉我，你喜欢偶像剧男主那一款。他知道什么呀？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他都在外面喝酒呢。那你爸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？干嘛呀？担心我爸不喜欢你啊？有一点。放心啦，一般来说，父亲都很抗拒女儿的第一次恋爱。 习惯就好了。明白了。我爸。喂，韩飞啊。晚上回家吃饭吧，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鱼。好像不行，我跟同学要聚餐。 你们在哪里聚餐？我们去茶餐厅吃，就是青春路上那家。我还有事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